徜徉艺术世界，领略先生风采。欢迎各位收看大型文化节目《大师列传》。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被称为当代中国浙派人物化传承创新的标志性人物。他以生活为源泉，用画笔创作出了众多生动鲜活的普通人的形象，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他在主攻人物化素描的同时呢，大胆地将中国传统线条墨韵之美和西方绘画的色彩之力巧妙地融汇到了形体的塑造中，将写实、写意和意象表现有机地结合，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水墨人物画风格。他就是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吴宪生先生。吴老师您好，谢谢，欢迎您，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吴先生呢，是从这黄土高原的这个风景当中一路走来啊，看到土地啊，看到这种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场景，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经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我的祖父母呢，就是地道的农民，我从小呢就随他们在农村生活，一直。到上学的年龄，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从记忆里消失了，但是童年的生活场景却历历在目。在农村见到那些善良勤劳的大爷大娘，我就感到特别的亲切，仿佛就看到了我善良的祖父祖母，所以我愿意以我的画笔去表现他们的形象，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去表现他们的喜乐哀乐，把他们的朴实、善良和饱尝生活艰辛的形象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有一种成就感，我感觉到我尽了一个农家后人的责任。吴宪生的作品当中刻画了许多形象丰富生动的农民的形象，那么吴老师是如何与艺术结缘，他又是如何成长成为当今浙派人物画领军人物的呢？让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1954年，吴宪生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他自幼喜欢画画，但是却苦于没有老师指导，只能自己凭着想象涂涂画画。1966年，吴宪生小学毕业，一次他到同学家玩的时候，看到了几本介绍素描的画册，这让他如获至宝，便向同学借了回来，开始跟着画册里的内容自学素描。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宪生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几位美术老师的赏识，并愿意对他加以指点。1972年，吴宪生高中毕业后到乡下务农，手中的锄把替代了画笔，干完一天的农活后，虽然累得就像浑身散了架，但是他临睡前仍然喜欢看上几页素描教材，里面的一些内容他甚至都能大段地背出来。在乡下的那段日子里，画画是吴宪生唯一排解寂寞放松身心的方式。大家看，吴先生今天来啊，带了几本书啊，这些书很旧了。我们请先生跟我们讲讲这些书背后的故事。我出生在皖南的一个小山村，那个时候根本看不到什么绘画的参考书。后来呢，好不容易从哪里弄到了一本，就哈定先生编的这本，怎样画铅笔画，然后呢就一点一点的，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照着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图谱，一点一点的照葫芦画瓢。当时我隔壁一个小朋友跟我两个人一块聊天的时候说起，他说他的父亲啊，原来在文工团待过，说家里面有一点关于美术的书。那我一听呢，喜不自胜，那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结果我跟他两个人运了一个下午，最后翻到三本书，一本呢就是这本列平的这本画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翻叫列宾，就是俄罗斯的大画家。另外一本呢，就是叶浅予先生的
这本怎样画书写，还有一本我可惜找不到了，就岁月太久了，就是当时的心情呢，就好像发现了宝贝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呢，我才知道学画画呢要先学素描，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素描，争取将来呢当个画家，这便是我50多年前的画家梦。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接下来吴先生的绘画之路又会如何前进，又会有怎样的转机呢？让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1975年，浙江美术学院在安徽招生，吴先生所在的徽州地区仅分到了一个名额。经过素描、速写和创作三门考试，吴先生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浙江美术学院绘画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浙江美术学院云集了陆衍绍、李振坚、周昌谷、方增先、全山石等一批书画名家。在吴先生学习期间，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素描训练就已经不再以西方绘画常见的用明暗色调塑造形象为标准，而是改为以线条为主，结合平光色调来表现形体的起伏。通过不断临摹和大量写生，吴先生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功底。1978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更有机会进入了方增先任导师的人物画研究班进修，用了2年时间完成了研究生的课程，为他日后探究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7年，吴先生根据方增先提出的基本观点，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编写了教材《人体线条素描》，出版后在各大美术院校中广受欢迎，前后几版共印刷了6次之多。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啊，大家听到了一个名字，方增先先生，那是您的老师。是我的恩师。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方先生好吗？
时我的身份呢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当时有一个毕业分配的原则，叫哪里来哪里去。那我是安徽来的，那毕业分配呢我一定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安徽已经把我的这个毕业分配都方案都做好了，分在哪一个学校，下学期的课都排好了。但这时候方老师呢，因为通过对我的毕业创作的了解，通过对我平常的这个习作的了解呢，他就给系里面提出了一个建议，说吴先生可以考虑留校。所以在我毕业分配的时候，是方老师立足建议，把我留在这个门院。这已经不是知遇之恩了，这是给了你完全。系统专业的学习，掌握了西方素描的造型技法之后，又经历了哪些探索和创新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92年的法国之行，
人物画哈，把这个画人物的办法编了一些口诀，比如叫三听五眼，类似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它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就概念。现在我们看传统绘画哈，一幅画里面的人就是张三跟李四也都差不多，你看无非是身上的衣服做一些变化，但形象的刻画呢基本上是类同的，所以这是传统人物画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现在人物画不行啊，一定要画出每个人的特点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啊，先生创作了一幅大型的主题创作，这是一幅大画，这幅画的名字叫做耕者有其田。那么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您又解决了哪些重要的问题？生活原型。为了从生活中吸取创作的素材，吴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下乡一次，而且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四川大凉山、陕北农村、帕米尔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种坚持有了丰硕的收获。近20年来，吴先生创作了不少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乡土气息浓郁，形象塑造深入而厚重。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翁，还是青春洋溢的姑娘，或是魁梧健硕的汉子，天真活泼的儿童，他都刻画得细腻真实，有着强烈的个性特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彰显出其精于形象刻画和笔墨表现的个人风格。吴老师，您看看这个稻田里的水面倒影啊，天光云影。
这个在我这个生命探索当中的一个节点，觉得。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献生先生的画作当中，去感受他笔下那些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吴老师，您看，我们现在也到了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了，非常热闹的丰收的喜庆的场面。那这幅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它的色彩非常有冲击力。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反映出，就是新疆的各族人民，就是在现代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说，是吧？大家在葡萄树下，大人小孩啊，就是在欢聚在一团，其乐融融。这是我当年到这个吐鲁番去深入生活了。葡萄成熟的时候，穿着这个各种服装的这个维吾尔族妇女，在那个葡萄园里面，像一群彩蝶一样飞来飞去，就是。这个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说，这样的画面一定得用色彩去表现。那么身体的表现呢，更多的是使用了线条来塑造形象的办法，所以它会更加生动。吴老师笔下的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模特，我们也想请吴老师在现场创作一幅人物的速写，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吴献生先生笔下的笔墨技法。有请。谢谢。这个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初次学中国画是先画小画好呢，还是画大画？我觉得可能还是先画小一点的比较好，因为大画难控制。那么另外呢，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想说中国画的话，一定要先学一点书法，因为中国画讲究书画相通，就书画同源。你学了书法以后，知道了用笔的办法，然后你再学中国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把书法的这些笔法能够运用到这个绘画里面来。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画人物的时候，是表现悲伤容易一些，还是表现喜悦容易一些呢？这个人物画要表现的喜悦也好，或者悲伤也好，都不有，都是为了神的表达，它都跟你对人物的这个情绪的表达的具体的细节呢，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吴老师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谢谢。在吴献生先生50多年的绘画生涯当中啊，我们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艺术感悟和人生的感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掌声和舞台继续留给吴先生。
谢谢谢谢吴老师，谢谢您。期节目再见。